看看这么多锅碗瓢盆要洗，多亏有洗碗机啊！我家现在使用洗碗机已经1年的时间了，真实感受就是可太香了。有的人会说买各种耗材太麻烦又费钱，比如说软水盐、亮碟剂啊、淘洗剂啊等等，我就把洗碗机儿闲置了。推荐大家使用立白洗碗凝珠，升级三层缓释设计，遇水即溶。这种特别脏的碗最适合用洗碗机来洗。对，像这些难清洗的重油污渍，还有碴子等，都能洗得干干净净。我们之前用的那个软水盐、亮碟剂，还有这个漂洗剂，然后三个加起来其实还挺麻烦的，有这个三合一，也不用每次加好多，一会儿还挺方便。开始。看，这是立白集团的，也是大品牌，而且食品安全达到了国家 A 类标准，12效合一，多么干净啊！看看我的大铁锅，超干净的。看，每次洗完了以后，它这个里边就没有什么水渍了。然后看看这个有没有脏东西要清洁。妈呦喂，超干净，一点都没有，就不需要加其他东西。把这几个碗也拿出来。这真的是，这人手刷能刷的这么干净啊？一点点水渍都没有。特别是家里边有宝宝的，完全不用担心有清洁剂残留，因为它是 A 级标准，而且还是零添加，我们所有餐具的边边角角都能够清洗的干干净净，而且用着也放心安心。我老公就是拥有了这个以后，完全都不用手洗了。既省事儿又方便，而且洗的还干净，家里边有洗碗机的都可以试一下。太香了。